这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包的素饺子，我刚才也参与了包，给我这么多，上下三层，然后你现在就煎着吃，煮着吃，煎的已经好了，哎呀，好漂亮，晶莹剔透的，可以看到里边的馅了，近距离的看一看，漂亮，底部金黄，很诱人。我来吃一个，嗯，好好，嗯，嗯，嗯，好香好香，里边绝大部分是香菇，嗯，木耳，还有，嗯，玉米，嗯，好香。你今天吃这个饺子，吃起来香，其实心里还是蛮难受，因为我这个朋友他今天有点不太舒服。嗯，我知道疼痛是任何人没有办法代替的。我跟他说，我一直是与疼痛为伍。嗯，尽管家人呐、朋友啊，都是一直在鼓励支持我，但是忍受的还是得自己。希望这位朋友赶快好起来，还不知道怎么帮他。煮的饺子也出锅了，啊，都香得不得了。刚才朋友发过来的照片，就这么多的食材在里面，是素饺子，但是营养非常的丰富，除了这些菌类以外，还有松子，我刚才吃了，嗯，每口都有松子的香味，这个是松子，放大了以后才看到，嗯，好吃，就是感觉他们对我太好了，我这个人情也还不完，啊，就像滚雪球一样的，越滚越大，我心里就是总是感觉到我欠他们的。嗯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天就希望这个朋友的疼痛好一些，啊，慢慢好起来。